放底下呗。是啊，我的都是衣服，放屋里也可以。这边就是它的 parking 的位置。他说了吗？他没说吧？随便挑，这东西我觉得无所谓，这个无所谓的，只要它 empty 的，我觉得我们就可以用。哎呀，这个地方不能刷卡，虽然说它的装修的不错。还有一些小摆设，但是它这个浴室在哪儿呢呀？浴室不在这儿，不在外面。